来看一个生腌艺术家唯一的快乐。我上班了，找个地方快乐一下。其实只要能到单位，交通工具是啥真无所谓。今天就在加油站上班了。这些都是我班上的同事们，也是你们口中常说的稀客。This one, yes. 菜点完了，今天就不喝酒了。我怕一会儿下班坐摩托车扶不住，先整一口。可乐剩半瓶倒不完，我心里难受。菜来了，不开火的菜确实上得快。这种酸甜口的三文鱼很适合大口吃，就是量有点少，几下就吃完了。这盘虾摆得真好，可能老板也知道这是他们最后一次整齐列队了，以后的他们都会是星星点点乱七八糟的。今天的虾多少有点发黏，算了，吃吧，吃完咱也给他们摆放整齐，好来好走嘛。来吧，今天最后一个活，吃完就下班了。但是螃蟹太小，钳子咱就不吃了，费劲。其实在生腌蟹里，如果不追求蟹膏的话，梭子蟹的肉质是最好的。最后一口可乐下肚，不安的感觉也跟着来了。以我的从业经验来看，我还能坚持五分钟，是时候付钱走人了。职场就是这样，表面上风平浪静，实则暗流汹涌。Hello, Alipay OK? No, only cash. Yes. 哎呦我擦，越着急越出岔子。他家不能刷卡，我现金还不够了，这不耽误事儿吗？行了，今天的班就到这儿吧，我得赶紧找地方去了。